小时，差了两个小时，终于到了。我第一次来平溪，居然是献给 FG 哦。我们刚刚走反了，我们看着他的那个 FGO 的图案，结果我们走到另一个地方去了。应该是要到另一个地方集合才对。我看到我婆，我婆，这是我婆，我婆必须拍一张。我今天很难得的带着小酷出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这里来去报道是吧？不过我们今天太早到了，还没来报道，所以就先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因为上次夜市的时候我们太晚到了，然后报道都已经被拿完，所以今天特别早来。有猫咪。たとえ形には残らずとも、他は確かに私たちの心に息づいています。刚刚拿完集点卡，现在准备去盖一张。怕他这次印章放得很短，不像漫博的时候都要绕好多圈。所以你的故事即将启程。老婆好水啊！你看，你刚刚是实抽毕业吧？啊，我义乌服毕业。我的比你好一点。哎，所以怎么弄这样吧？就逛。这样好了。还是得爬这个楼梯才能看天灯。啊，下雨，要爬山，好累哦。天灯的方向。降灯，放天灯，现在雨下着无敌的大。